你画的是爷爷喽？哎呀，画得好，画得好！葛老伯，我需要一笔钱。要多少呢？你说，你这么做，对得起我妈吗？对不起你妈。你也温馨的想一想，你一年到头来看过我几次？你还记不记得当初结婚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跪在地上给我妈保证的？爸爸，你能不能不要跟妈妈离婚了？黄丽丽，你还有完没完了？哎呀，你是知道的，我们这么做是违法的。反正啊，你跟你老婆别打我这个房子的主意。我都是我的错。你知道吗？有的时候我真的很怀念过去的那段日子。虽然那个时候家里很穷，但是我们的日子却过得特别的开心。